风和日丽，微风徐徐，又是一个美好的周末，期待星期一的金图腾抽奖。继上次测试了利维坦的反击效果和硬度以后，小弟无聊去测试那起马一年没碰的夹子，不用不知道，一用吓一跳，强的简直要报警，还特么的越强越强，你打的越疼，等利维坦出手，你承受的伤害就越高。虽然利维坦怕控制，但有个狒狒在，就算不反击，尾速大招也不是谁都吃得下。上次提示了一下研究的点法。 虽然有点藏着掖，但藏的是别人的，我也不好拿出来分享，但也留下了一个提示。但是正正有这个提示，评论区也浮现了两类人，一类是觉得我不想说就不要发帖的，这类缺少探索精神的，永远不知道探索成本或者找人分享的难处，所以抱歉让你有不愉快的观感。但石器是不缺乏强者的，而我的帖终究是找到了知音，一个提示就可以推敲出整个研究的。这游戏佛系，咸鱼没关系。 但脑子真的要转动起来，同一篇文章分出两个结果，所以写贴不易，知音难寻。这还在坚持的石器玩家们。